胖靠嘞，加炒一下，肥我较胖嘞，我紧啦。资深志工正在传承芋头点心的制作方式。二十四当前，拄好是第一当，做遐芋条粿，就去关一间大个芋铺内，大家拢捞啊。阿伟嘛拢归用去啊，师姐就一直讲爱传承吼，讲大家来跟住来学安尼啦。从小事情是传下来的，后来看那个九二一地震哦，大家一同来做个义卖，一直传承下来哦，志工很多，力量更大。当时的盛况，我听他们讲就很感动。这次土叙那个地震，邀约满族师姐，是不是可以带领我们？再一起来做一下这个芋粿条，这项传统点心再度发挥善效应，志工登高一呼，左邻右舍都来帮忙，城市九二一受灾户也义不容辞。他这边有需要帮忙，我的部分是揉面团的部分，然后揉面团呢，它比较需要男丁的那个力气，要去把它揉开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，我就是把祝福放在面团里面，对，然后希望他们可以重振家园。芋头削皮、切丁等等，尽管步骤繁琐，志工分工合作，团结力量大。这个小小的动机，希望他能够接收到台湾人的一个祝福，祝福他们赶快脱离现在目前的状况，一切都就是越来越平顺。每一笼热腾腾的芋头点心，象征的是众人对于土耳其叙利亚灾民一份最真诚的祝福。大爱新闻针线美志工庄淑慧、陈露云、黄玉霞、林辉煌，高雄报道。